欢迎弟兄姊妹来参加祷告大军，迎接复兴的行列。让我们用欢喜快乐的心来赞美敬拜我们的主。谢谢你，是的，主耶稣，今天早晨我们要展开那清晨的翅膀，就要飞到主你的面前。哦，主耶稣，我们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也不厌倦，因为我们知道主你就在我们的里面。主，你是叫我们抬起头的神，让我们来仰望你、敬拜你、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是的，主啊，你说一宿必哭泣，早晨必有欢呼。主啊，主啊，主啊，你的光照进来，黑暗就要离去了。主啊，主啊，我们靠着你，我们就得胜，我们必然得胜，因为你是那一个好牧者。主啊，我们必一定要跟随你。哈利路亚！就是的，主啊，在早晨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向你高声欢呼。主啊，你是配得配得我们赞美的神。主啊，让我们能够抬起头来向你仰望，抬起头来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Amen. 主啊，我们赞美你，你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一整天的帮助。阿门。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啊，谢谢你是让我们抬起头来的神。主啊，我们谢谢你面上的荣光照在我们的身上，你的笑脸看着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主啊，即使哦，主啊，我们一宿是有哭泣，早晨我们因你就高兴欢喜了。主啊，因为主啊，你的笑脸主啊使我们欢喜快乐，靠你得到的喜乐就是我们继续奔跑天路的力量。主啊，没有谁
每一项你是无时无刻的主啊不再看着我们，主啊你的膀臂欧、哦、主啊没有一刻就不再扶持着我们，主啊谢谢你，有你的帮助我们还怕什么呢？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为我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啊，带领我们走上又新又活之路的神啊，主带领我们走上这条路，你必定会带领我们走完全程的，让我们在每一天在这个旅途当中我们都因为你高兴欢喜，无论在任何的难处当中我们都宣告主你已经带领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主啊是的，让我们经过各样的这些考验都要化成我们生命当中属灵的、生命哦成长的养分，使我们哦主啊随时得着你的帮助，谢谢主，我们为今天早晨一个美好的开始献上感谢，愿一切的颂赞荣耀尊贵感谢爱戴再次都归给你，谢谢主垂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是我们再次要共读神的话语，主的话语是比金金更可贵，比蜂房下跌的蜜更为甘甜的，主告诉我们让我们如果守得他的话语，我们一方面可以得到他的警戒，另外一方面我们照着话语而行，我们会得到极大的赏赐的，求主赐给我们一个饥渴沐浴的心在他面前，他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使我们不断的长大成熟，信心更加坚定的来跟随他。这次我请弟兄姊妹一同来看两处经文，一处是在雅各书，雅各书第一章第二到第四节，雅各书第一章第二到第四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第七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第七节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神的儿女，我们从主得着一个宝贵的新生命，这个新生命是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这是从主而来的生命，那是神自己的儿子道成肉身，为我们经历各样的苦难，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胜过罪和死亡的权势，从死里复活，不但是如此，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今天也借着圣灵进驻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多么宝贵！在你我肉身的这个生命里面，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从神而来。因着有这个新的生命，我可以来认识这位生命的主，这位永恒生命的主，让我与他之间能够彼此的相交，让我能够用他所赐给我的信心，看见他所让我所看见的一切奇妙宝贵的事。在已过的世代从来就没有像现今神借他的圣主多先知启示给我们，启示给我们我们过去以为奥秘的事，属天的灵里面在真实的存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肉眼所看的所有的一切都会过去的，很多我们只看到表象，我们看不到里面的，你看不到，你常常用揣测的心，你在那里揣摩那到底是个什么。如果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都是怀着这样的一种不是很确定的，我们没有把握的这种想法去做的话，我们里面常常会忐忑不安的，我们并不是活得那么坚定的。可是如果你知道前面那是什么，你知道后面是什么，你越知道你心里面就越加笃定，你遇到事情你不会慌张的，尤其在艰难当中你可以信心满满满满的能够面对这些挑战，能够屹立不摇，可以向着仇敌来夸胜。今天我们所读到的经文再次告诉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何等的宝贵，但是信心也要经过试验的。到底我们的信心是出于我们的肉体看见了摸着了听到了，或者我们经验过了才相信，还是神你说了做就算，主你说的就是肯定的，是绝对不会改变的。信心
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那是神已经展现在前面的。借着信心，我可以看见，我就可以欢然地向前奔跑，我要得着神所赐给我的一切。但是我请弟兄姊妹永远都不要忘记，我们的信心的来源也是从神来的，是从神的话语来的，所以我们的信心的对象也永远是神自己，也是依靠他的话语。因为这个信心不是从世界来的，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依靠仰望他，我才能够走在其中，不偏左左右的行走在这条。也许世人看了很奇怪，你怎么会有这种反应，你怎么会做这样的一些事情的这条路上。我们在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他们讲到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原文是他是，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你来到神的面前，你必须信，信他是一位昔世今世以后永世的唯一的独一真神，而且你相信他会赏赐那些真实愿意寻求他的人。现在许多人看到看不到他，我寻求什么呢？信心眼光看到这位神是永活的神，愿意凡事去寻求他，寻找他，让你寻见，祈求让你得着，叩门给你开门，神喜悦这样子的人，也可以得到极大的赏赐。信心是从神来的，所以我要不断地看着他，我不断地去聆听他，因为他所告诉我的才是真实的。这世上所有的一切都要过去的，很多的假象，很多的虚幻的东西，表面真实，里面却是虚幻的，只有他是真实的。我们有时候看到表面的一些事情，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就好像信不下去，我们觉得我们走不下去。很多人觉得说，我是很有信心，我是一个信耶稣的人，我怎么可能成为一个没有信心的人呢？顺境的时候都没有问题，唱诗歌也不会有问题，讲到我们讲信心也没有问题，但是当环境当中发生了一些事情，哎呀，我们就觉得哎呀糟糕了，神这次可能是不理我了，是能够怀疑我的信仰是不是有问题的，是不是难处太大，这次过不去了，神没办法解决了，会对自己有很多很多的怀疑。弟兄姐妹，在我们属灵的，我们走奔走天路这条路上，奔走天路这条路上，我们会看到很多的考验，特别是在逆境当中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被人冤枉的时候，你还会相信神非常爱你吗？当你患病的时候，你觉得神还在眷顾你吗？如果你家里面遭了小偷，你东西被人偷走了，你还相信说神他是你四围的盾牌，他时时刻刻保护着你吗？当你被人误会嘲笑甚至排斥，你还能够坚信不疑说他是爱我，他是将我刻在他的手掌上，他有撇下我丢弃我吗？我弟兄姊妹，神允许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一而再再而三，我们可以来试验一下，我们到底我们所相信的是只是我们的头脑眼睛所看见的，还是我真实的相信这位神？我相信的是环境，我相信的是人，我相信是世人的道理，相信是我自己的本事，相信我的自我的聪明，还是相信神说了算呢？历史历代太多这样的见证人，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就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有许多古人，他们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十二章第二第一节告诉我们讲的说，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这些见证人他们在当时的环境里面，在人看来都是凭我们自己过不去的，过不去的。你有看到挪亚那个时代，谁能告这样子形容说那个时候人心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地上满了强暴，没有一个是好的，神要灭绝了，神不灭绝，人也自己把自己给灭亡了。
但是神对挪亚说，你造这方舟，神造人的目的就不是要灭绝，是要拯救。挪亚看的环境是如此的糟糕，人心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我想他就千百种理由，他厌弃，他讨厌这个环境种种，他可以像别人一样做那些事情，但他也可以在那里去发怨言，去抱怨。但另外一个选择，就说造一只方舟，告诉人们不要花时间在那些事情上面了，给你一些建造方舟，然后进到里面的人可以得救。弟兄姊妹，你相信吗？这个世界已经够糟糕了，当他做一种不同的事情的时候，人家是怎么的嘲笑他，怎么的嘲笑他。信心的试验就是，即便环境是如此，但是我相信我神说的，我相信他的话语绝对不会改变，他就照着去做了，他和他一家的八口也是唯一得救的。亚伯拉罕他本来住在乌尔，那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人拜偶像不把神当神，他拜了偶像，他心里面仍然觉得非常的空虚，他不想再拜那些神，他埋怨也没有用，他可以继续的抱怨下去，但神说离开你的本地父家，到我指示你去的地方。他从乌尔到了哈兰，他父亲过世了，他还留在那个地方，神再次跟他讲，离开这里到我要你去的地方。这是多么跟我们自己所想的不一样啊！我们可以活在世上，我们眼见的许多事情发生，但这都可以不干我的事，但是他可以走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路，就是他听见什么他就照着去做了。当神跟亚伯拉罕讲说，99岁他说，你生的儿子后裔要成为大国，万族要因他蒙福。99岁，相信吗？他相信。主说受割礼，你和你全家都受割礼，作为信的一个记号，立约的一个记号。99岁受割礼，全家的人一起，老人家你疯了，你疯了。但是神这样说，他就这样做。一个游牧民族随时都有人攻打来，抢他们牛羊骆驼这些东西，但是在那一个时刻，他就叫家人都受了隔离，很疼痛，很疼痛是吗？不能够做什么事吗？如果你不相信神是你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神是你随时的帮助，他就是你的坚固台，如果你不相信，你就不会做这样的事。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信仰不是我们在嘴巴说说而已的。你在艰难当中，如果到一些负面的事情发生，你还能跟人家讲说，我深信我的神，他说爱我，他也爱所有愿意信靠他的人，他不愿一个人沉沦，他用万人都能够得救。你还能够 跟那些得罪你的人，那些伤害你的人说，我愿意原谅你，我愿意饶恕你，我愿意为你祷告，是你跟我同得福音的好处吗？信心是在这样的光景当中被锻炼出来的。保罗说，我四面被围。四面被围什么光景？赶快投降了是吗？四面被围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他身上常带的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他的身上。他里面有个宝贝在里面，那个宝贝是他面对使他会被围的光景，是他作难的光景，被逼迫的光景，他还是坚信不疑，他还是照样传，他还是照样的高举神。他曾经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怎么讲，那个教会出了多少的问题，他没有到哥林多教会现场去处理，他就把神感动他的话写给他们，写给他们。如果一般人要处理这个教会，他立刻赶过去，赶快去凭他自己的经历也好，他的资历也好，凭他的智慧也好，但是他说，我现在仍要留在以弗所，因为这边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我打开了。我们说，哦，原来如此，因为这边有好事在这地方，所以你不会离开。他接下来说不，他说，反对的人也多。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宽大又有功效的门是神为他开的，但是反对的人很多。如果你不相信神就是你随时的帮助，他在你旁边，我们绝对会选择远远的离开，逃跑，去捡一个比较容易做的事情。我这边告诉弟兄姐妹的就是，信心的对象永远是神自己和他对我们所说的话。你我要大量的去读神的话，大量的，不断的，不间断的，不间断的，因为神的话语是安定在天永不动摇的。神也借着你大量读他的话语，当你在需要的时候，他会把它转化成为你在生活当中你需要应用出来。他给你他的话语，让你在现实环境当中能够应用出来，一两句话就让你能够去把心中的结给打开来，仇敌对你控告就给你把它排开了。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日子好像很难过，有时候我们好像事情不是那么顺利，谢谢主，有时候主就这样对你说，孩子，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你听见主对你说这样的话吗？你说难处好多，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你会有主这句话，你就欢然的继续奔跑天路吗？主说我的能力在你的软弱上显得更加完全。你会因为你受到的这些极难、凌辱、逼迫、困苦这些，你会可喜乐的、可夸的吗？好让基督的能力继续的覆庇你吗？你在好像走投无路的时候，主说我不撇下你，我不丢弃你，我在你旁边。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可以欢呼喜乐的，环境也许没有什么改变，但是你的心改变了，你的心改变，你里面充满的，你说出来就不一样了。人会从你所说的，人会从你所做的来认识那位信心的对象。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什么比有神的同在更好的呢？还有什么比他赐给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每天能够运用出来更重要的呢？求主耶稣帮助我弟兄姐妹每天大量读他的话语吧，更多的来认识他，更多明白他的心意，他会让你在每一天的日子当中让你经历到他是怎样的一位信实可靠的神。让我们在今天早晨我们要出门之前，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宣告，主，我相信你，你所说的一切，这句话就绝不改变。主，让今天我在你面前所领受的话语，也让我在今天当中我来经历到，让我在今天我的存在可以成为周遭之人的祝福。好，我们就一起来到主面前，一起开始来祷告吧。耶稣，我们谢谢你，我赞美你，没有谁像你这么信实，这么爱我们的，我也不知的照顾我们，赐给我们你宝贵的信息。耶稣，我爱你，我要你，我要你。耶稣，谢谢你的话语是我脚下的灯，路上的光，主，是我今天的随时的帮助，你就是我的智慧，说你就是我的力量磐石，你是我的依靠，你是我随时的帮助。耶稣，我爱你，敬拜你，谢谢天父。又是新的一天，美好的一天，有美好的事情要发生。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在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敬拜赞美你。阿们。也打开你的话语来领受你的话，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也是我们生命的光。主啊，你的话也是我们生命的粮，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阿们。主啊，比蜂房滴下的蜜更加甘甜。阿们。主啊，我们渴望更多得着你的话，你的话在我们里面哦，来更新变化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更多明白你的心意，更走在你的旨意里面。主啊，在今早我们就献上对你的感恩爱戴、敬拜和赞美。你的话再一次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亲爱的神啊，我们在生活的一切事上，我们会遭到诱惑，会遭到逼迫，会遭到困难，就好像被一颗小石子砸中一样，但是我们却不知道神你已经为我们抵挡了那些千百个石头或是更大的石头。哦，主啊，你已经成为我们的盾牌，可是我们却不知道。求主啊，你再次翻转我们的心，再次
转而对你有信心。主啊，我们说我们需要信心，让我们来更多的认识你，是祷告也好，读圣经也好，神啊，让我们更亲近你，更认识你，让我们再一次的跟你建立关系。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谢谢你。主啊，你多么喜欢来亲近我们。谢谢主啊，你渴望我们像摩西一样，他是你面对面所认识的。主啊，我相信摩西对你的认识实在是真真实实、清清楚楚的。主啊，今天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你自己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的。主啊，我们若不读你的话，我们怎么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一位？主耶稣，愿你帮助弟兄姐妹，我们在早晨，我们读你的话语，主啊，就当食物吃了。主啊，我们哦，主啊，也从你的话语里面被主你更新改变。主啊，我们要学习主你的样式。主耶稣，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里面，主啊，就长在我们里面。愿我们是那哦，主啊，好土，主啊，可以让你的话语生长在我们里面的。主耶稣，我们仰望你，谢谢。阿门，亲爱的主，我们仰望你。亲爱的主啊，你真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真是不在你以外。主啊，我们谢谢你在已过的岁月当中，主啊，你允许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主啊，好使我们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你。主啊，你才是一位真实的神。主啊，你的爱永远都不会改变。亲爱的主啊，你没有撇下丢弃我们过啊。我的主啊，你让我们日子如何，力量也是如何啊。主，我们谢谢你，即使在艰难当中，你都是使我们可以抬起头来的神。我将仰望你这位为我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我在人生的路上又可以再往前继续的奔跑一场。奔跑的时候，我不再会觉得困倦，也不再会觉得疲乏，乃是欢喜快乐，因为主你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谢谢主，继续恩待每一位愿意来信靠你。主啊，信靠你众弟兄姐妹，主你会带领我们能够靠你能够得胜有余，能够奔跑到底。谢谢主垂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衣袖虽然有污迹，造成我们的欢呼，你是我的磐石，虽然有孤寂。